真要留一千，嘿。一千几尾几只？五只，好，剩两只。剩两只。白白马留两分，吼，好，稳用。白马留两分，哦。好，北北帮你留两份没问题，文友。元达，你的昂锦帮你留下来了，今天一千五只元达啦，哎，然后剩两只，最后两只有没有人要包？是丁达，要不然就给现场处理掉了哈、哦。来，苏明走。耶啦，水里蛇啊，较紧的啦。水里蛇啊，咩都蛇。中心会带红鲟吗？不知道啊，当天有红鲟才有办法叫啊。哎、欸，有啊，今天有啊。今天有。要赶快过去。哎、欸，慧晶晶，今天那个帅老爸那边有啊，赶快过去啊。今天那个拍面枪的，拍面枪的，嘿。那个叫阿聪啊，那个遐有啦。来，我要买大虾。大虾，还要一千哦。好，一千几只，快去了。好，已经被买走了哦。好啊，那我无要走。全部给我，全部给你了。刚好一千五，一千五，刚好一千五，哎，你不要先说安全包包哎，那两只再给我，两只，没有，然后再我要排码头，这里就好，对，安尼一九，北北老人婚哦、喔，北北你搞老人婚就对啊，哎，五百块钱。飞机用离真淡点，淡点，淡点。箱这么少哦。啊，你咧大只来啊！你白马西头，你咧大只来，你咧。还要留两份哦。还要留两份，文勇要留两份。还一份。好，文勇。北魏帮帮你打。飞头啊。花枝卷，等到了的时候再说。没关系的，还有够我了。来，哦，不少这家小美女快了。哦，龙王那边知道是什么吗？讲一下，我忘记了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海之母，嘿，啊嘿，啊，恁刚叫你的时候，差不多叫你回节目安尼。他说会很细吗？
肉很细，可以红烧干煎清蒸都没问题。来那边的，后面的，后面的。这个，我包公。这个，这500。来来来，一起的吗？还放开？一起的。来，后面的，后面的。是的。阿飞哥，阿飞，没有。我要这个，我这样的，这个500。哎，还有谁要黄鱼的？我叫姐。哦。黄鱼够贵些吗？不能。行。他们那个是混的。这边是那个。来。来，再见吧。这个东西啊。来，再来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多少钱？啊。这么卡。哦，啊，黄鱼不能来了哈，不结婚了，不来了。就无啊啦，黄鱼，这只个白头。恁老爸红真是透早就拢包了啊。表示你们卖的鱼有那个有新鲜的哦。啊，今天一个要，啊，结果黄鱼少。文勇不爱红鲟吧？因为刚刚他没，我有问他，他没有说要啊，所以刚刚现场就剩两只被保走了。哎，黄鱼哥先卖，100块哦，还要几箱？最后两个。他不是讲炸足多啊？黄鱼还有要吗？还有人要黄鱼不？无啦吼，来，还问一下有没有拿鲈鱼的？哎，鲈鱼莫是上我的，我上我的。他超正，搞我镇店之宝，我那个。你镇店之宝是啥？差不多拢镇店之宝。别啊，反正你个红干的也袂坏，你惊啥？我百块。这个，这个一只200，你要几只？200。然后还有他的火，哎，还900啦，这边900。这鲈鱼哈，老妖会结，他还没结哈。你上个月想买，我就结买300块就好，这几个人，几个人去扫，会扫百货。来鲈鱼哥来，先买鲈鱼啊，变结婚了，贵了，来取消了，你莫加三百。那两只下章了，我要变风水风水，安尼才袂讲形容社会。还要变结，还过两百鲈鱼吗？你鲈鱼等于做长工做红烧拢好食，啊不要过结呀。鲈鱼再给我一个大袋。好，可以了哦，300块。还是鲈鱼哥来卖，300块。300块一只，剩200块呢。多鱼啊，多鱼过来呀！哦，人手还是好吃哦。好，店长，店长过来。哥，给我一个袋子。你背吧。店长，我打牌啊，我打牌带球，带人接过来。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来，过来。两百，那我买，我买了。有啊，够几只，够几只。点完了。到了，到了。一只一个来呀。好啊，帮你几只。阿姐找我。找老爸来，来1000块的，来，你来钱嘛，我发，阿姐我发，不是老爸，老爸找这边，我找老爸，你可以找老爸，阿姐我发，不，大姐，300，找老爸，下单的是这边，哎，阿弟，你找700，对，阿弟就来，别啊。我包逛完就好，兴奋，人家帮你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在大园，今天在桃园大园。要两人分了哦。哇，好，这么的鱼啊，你提来这听。来，你要买500个。这海虾值500块，还有鱼啊，安排。来，这个鱼啊，
丝木鱼整条的，我看一下。我叫沙板，家里有红干木板，沙板是咱人家帮助。好，还有两个虾子吗？还没。不然你今天有，今天有不然你。没有两个虾子了哦，没有，没有弄老的，就有，只有你老的。还有谁要虾子的吗？弄我哈，找我爸爸。来，好丢呀，好丢呀，我丢，他必须来来 HUN 去走，不然鱼竿超炸锅板买来啊，好啊，有百六啊，有百六鸡一鸡弄炸了，我看你要吃什么，还在五百块，还在个钱，还在五百块，那高兴特爱皮蛋瘦肉粥，我特别爱煮皮蛋瘦肉粥，然后里面加什么？加虾子，加虾仁，加蟹肉饺，加蟹肉饺，加鲈鱼鲜肉片，叫做皮蛋海鲜粥。加生食几干贝，好了，你要讲。
觉得好吃，是做好事，好吃。我买五条送人家。你妈的，那是很冰的，你还是空。不一样。两位好。过两天我再，过两天你去过来。哎，我走。加油。我是要等一下，我的早300，他的鞋会跌倒。好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司仪要留一份哈，好，老结婚，老结婚。老结婚。魏晶晶，你现在叫的货，现在不用看了。对，我收播之前你再提醒我，我再叫他看。老结婚有劳哈，好，过来卖不？我最后两个没有了。好，是这边这边这边，这边一个，还是有帮你留了。好，最后剩一个没有了。那个还有哦，一个海鲜卷吗？不漏吧？海鲜卷哟，海鲜卷，那海鲜卷了我了。哎，这个啊，哦，知道吗？来，修锦，我的也红了，你不用上班。虾子一件多少、哦？我不知道哎，这边也贵点，我唔知哦，李荣志。来，一份，一份。有司仪，你的海鲜卷我有，你的虾饼我有留到，你的月亮虾饼有留。有个姐，你有没有买？我把人给，把人给我放这。啊，这边个平常大几斤？四个刚好，四个刚好。有私隐的有到出，投篮那应该有吧？不报了，没有了，他在报球。好，海鲜卷没有了哈。手上没有牌啊？是哦。海鲜卷爆了。偷出有人点，偷人了嘛？有人点，哈。哎，他袂走。你咧走这边？谁走？别走，别走。偷人，那时候我嘛偷出了。你好，两家客在路哦，在走。你好，两，你不倒闭手机？手机呢？我倒闭手机。你帅一双鞋，你帅一双鞋，啊！你穿这鞋，到时候鞋要是爱想买五百块，你直接来。啊，这两条你这大条、三条，五百块、四条、五百块，多少啊？啊，个人么叫鞋衣不？哥，你那里帅衣？哦，穿这鞋到时候鞋要。帅的，我穿过。你不要回来呀！我阿弟今天来过来。我给你拿两米块，我拿你啊！我五百块多钱，我八块了。人打虾饼的咯，人打你是不是还要那个萝卜糕部分？都无用的，我唔知啊。你知啊？无趁钱无趁钱，过来服务你唔知啊？哪里设立地我你唔知？对啊。你们在直播那里设立地，怪我不？啊？有啦，我有跟他讲的。五百，五百，我这边，我那么你也走，
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被丑人了。可以的。好。好 ，OK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鸡腿排你等一下，爱留一份哦，因为顶个有一个减一份。对对对。鸡腿这样子。哎，你从来先卖，我讲这个细细，这人去做帅摆饭的啦。哦，这人去做帅摆饭，这爱钱你卖不开，两百四百三百块都跟你买两百条啊。哦，这三点两百，四点两百，五点两百，六点两百，七点八点两百，过来九点就两百块了。四点两百。来，头前买两份。好还有人要捧哎，投篮干嘛？哦，两百块我就解决了，两百块我治好了，还有了，还发了，两块钱不解，别搞点什么了。这个你弄我，你看两百块最好给我，两百块能包我，还有了，来来，没问题了，还是你给我找。我看看谁呀？哎，我看看。小香可以吹，谁来吹快？我。加点一百块。好。来弄你。江鱼。哎，大地，我觉得中南部跟北部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北部的客人因为都比较敢吃，所以一直减菜，一直减菜。啊吼，中部哦，阿公阿嬷吼，拢较避暑，都唔敢去。一个人要加几百过来，一只来两只，哦，你三只要来，四只要来，你五只只大只，哦，这三百块、两百、三百块，哦，鸡腿排，你要两加几百过来啦，哦，过来啦，这牛排已经加得大，我再等下再来，再加几条，两个加几条，买过来买，我讲两三百块哇，加几百鸡腿排，没有人要了，哦，就去补，就拢无骨头了。可以了，等我再累了，再暂停，我再请求。你们两罐有，两罐有来。今天有鲑鱼吗？阿有啊，无。阿有这阵子好像都缺货，都没有人到。来，头前嘛要结婚。三百块钱。来，请你羊肉卤啊！羊肉卤啊！羊肉卤啊！好，羊肉蛋你莫我了哦。可以。好啦，可以啦。好啦，还剩百块。好班关机啦。因为准备他今天刚下班呢。太谢了，太谢了。啊，我请你一个人卖我三百块。来个三百先卖，挪威请你，挪威请你，还有人要吗？来个先卖挪威请你给我吧，挪威请你啊，三百块都有了哈。啊，再见了，听好，这是十万吨农夫的。你老先走了。哦，拜拜。还不错，一五百块，我能四条来，三条来，七条来，不怕苦，太多了。哎，你个坐地，阿哥两要烤土鱼无？来，一来两地来，我来，另外就是三地、四地来，我讲。阿土哥一个两百无烤土鱼啦，阿爸整个一个。我买起啊。阿哥两要烤土鱼无？土哥鱼五百块。来收钱。多少啦？吼。来大鱼哦，我。大虾嘞。大虾。大章鱼条。好，大章鱼条，我来大鱼条。别别，别别，这么好啊！好啦，你这个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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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物件同款，你要关系好啊？还个人要吃大虾无？大虾，大只的，哦，这大只。这样，你都先讲，我你先过来，哎，这都出来了。这样你搞不给都睡起来，不搞，都先卖了，还要个人卖，无人来啊？吼，来过来，过来，今天个新人，来。喂喂喂喂，好不好？给哦，带点我拥抱了，羊肉，羊肉不行。哎，你再等下，老店家做。就我们是来做。大家好，什么来？什么先来走？我不会，大家走这里，我就变贵了啊。我没喝酒啊，你有空？我就跟他说。哎，谁过来买不？谁呀？来，小姐。来，还有谁要虾子的吗？没有了。八十八刀。哦，先不讲啊，羊肉卤诶。哦，这羊肉卤这种家己做，叫工人做的啦。哦，你等于你搞用个小钱，一分就掉。你等于搁透水后煮起来差不多四样吃，比较好。啊，恁家人啊侪，你家自家个炖两下吧。你话一块，卖讲开三块，只两块，你七百五百块，你三块五百块。先不讲羊肉卤诶，来几个过来啊，五百块。我买鸡块了，我买鸡块了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到了，来，陶晶，这边四号人啊，四号。哎，这边四号没来，五百，回来。哎呀，不要紧啊，十斤的，十斤的，刚回来。来个五。你收大块啦，要紧啦，无你要坑你成股向啦。哎呀，我先买羊肉咯，你要五百啊？我无买，这先坑一发臭啦，我要紧啦。哎，还有条羊肉卤的，要不五百来，五百过来，过来啦，过来过来咯，最好是抢不完啦来，雨村走。他一早来就是啦，我们想要羊肉 A， 从 A 菜头过去。我是啊。对，是新的羊肉，还是新的？你做无做毛？我老公做，你看看。来。啊，搁坐要留四分的哦。什么四分？萝卜糕。哎，帮我聊一下。有人要吃羊肉卤的无？两阿婆。再打贵。来。这边两个。再打贵。能卖能卖五毛五。哎。还过来买羊肉了咯？我再忙我了了。啊，你老五十，今天帮我提五十吧，好忙快多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啊，西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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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